这个文本写的太不专业了，我先放一会儿，你们先跳啊。好的，我们的诗韵选择的是口令六啊，选择是口令六，口令六是在跳舞的过程中做五个鬼脸。哎，我们的林小雅选择是口令七，在跳舞的过程当中做五个甩头发的动作。同时呢，记得你的右键名字点上关注，他关注一下我们麦序上的所有主播们。今天晚上特别的辛苦，我们十二位美女主播在不禁什么不停的给大家跳舞，好吧，特别的辛苦，跳舞其实特别累，所以咱们听众们一定要支持一下，关注了关注过后跟小一来感谢。每一个主播的名字，右键他的名字里面有个关注，他点一下那个关注他，好吧，谢谢，感谢兄弟们。请用三支持。大家看到我们的左上角了吗？频道的左上角，五行五秀嗨翻天，武林盟主之影子舞，可以点下预约，好吧？都点下预约，把预约点击一下，好吧？谢谢。我其实我更累，你比我还累吗？我一边主持一边看，一边那啥了是你指挥他们做，别闹了。上周就是因为我指挥的官方差点给我永久封杀了，这周不能再当指挥了，太要命了。